你真的嗎?你怎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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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?
你老仔咁唔讲道理嘅？喂，佢讲咩啊？你咖喱仔啊！你个死云吞妹，大声啲！ Vicky， 你知唔知啊？你已经开始爱 Jasmine 啦！你把酸酸反晒光，咁我实望你啦！我一打。Jasmine。 I love you, Jasmine， 接受我啦，我真系好为你啊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嘢。你讲真噶？系啊。你系咪痴线噶？你搞到我好唔舒服啊！你冇嘢做，你去搵份工啊嘛。曾抱住的我最爱的，曾追共你的甜蜜记忆。 我妈成日同我讲，如果爱一个人就要去急事去表达。我睇过晒啲片啦，佢死叉仔摆明臭你水，你做咩唔同我讲？我想问个印度仔有咩好啊？又冇工做，又唔识广东话，喺香港根本生活唔到嘅。你跟住佢有咩好啫？你唔使食嘅，你唔使住嘅，你跟住翻印度啊？我哋朋友又唔同啦，生活方式又唔同啦。 屋企背景都唔同，我哋好似一个交叉，根本就两个方向，我唔想你嘥时间。好，好啦，一二三，好。